其實出色的設計咧，唔單止生活上面加上温度、個性同埋質感。出色的設計唔止喺黑白灰上面咧加上色彩或者標旗立意，而係可以融入生活，令人對生活有一份期待，享受自己生活嘅態度。傳統當然唔係代表舊啦。香港有好多家傳户曉嘅品牌，佢哋充滿住一啲好特別嘅技術同埋價值。我哋所需要嘅係點樣能夠俾翻佢哋年輕化，俾翻活力佢哋，而將佢適應翻今日嘅市場。喺下一個世代，我哋希望仍然見到佢哋。而家我哋嘅知識同資源越嚟越豐富，思想越嚟越進步，大家對品牌嘅要求亦都越嚟越高。新一代就好有活力，亦都對每一件事物都有好獨特嘅睇法，尤其是喺生活啊或者生活態度方面。所以當品牌遇到新嘅設計師嘅時候咧，其實產生咗好多唔同嘅火花。喺啲火花裏面亦都造就咗好多 crossover 嘅機會。大部分嘅人對工業設計嘅認識其實唔係太多嘅。喺眾多國際品牌產品設計上面咧，香港工業設計師一直都係擔當住幕後英雄嘅角色。他們所做的創意設計不單止是貼近我們平常的生活，而且發揮到改變現況的力量，從而令到大家的生活變得更精彩。世界轉變很快，產品周期越來越短，我們要配合市場步伐，產品設計需要新科技和藝術結合，新舊交融，達至更大共鳴。經典品牌的價值是大家對品牌堅持與貢獻的認同。Remix 創了一個 Crossover 的聯乘空間平台，註冊本地設計師與經典品牌合作，為香港經典品牌駱駝牌、雞仔麥、紅蘋果、粵東瓷廠、同興玻璃和 SS 手錶夾身和轉變。香港的設計師帶到創新思維，比傳統的品牌創造更多的可能性，務求開發更廣闊市場，讓品牌信念和價值得以成全。以人為本，從需求出發，將日常觀察到同本地文化帶到產品創作上，以更廣闊深入的視野注入到整個產品研發過程，製作出更加貼近大家需要的產品。希望大家能用新的角度再次細味香港經典品牌，同欣賞香港設計的魅力。